大选是进步或退步的选择，也是信赖台湾或是依赖中国的选择。侯市长、柯主席，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、九二共识或两岸一家亲就可以获得和平吗？两岸议题是要选总统的必考题，赖清德对自己有信心，侯友宜反击他无法维持和平。你讲几啊摆和平保台，做国大代表的时阵，摕一个牌啊，叫做“台独万岁”的台啊，因为台独会引战啊。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政治上的护国神山。说中华民国是护国神山，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神话，因为这要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才有可能。侯友宜连护国神山都搬出来，柯文哲则强调自己有成功经验，能复制。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台湾跟大陆的关系，我的主张是台湾自主，两岸和平。我办过八四双城论坛，也办过2017年的四大运，我有成功和大陆打交道的经验。柯主席，你秉持恭维谨守了，你的两岸一家亲，你话个大细声，接受一个中国的完结，请问你如何走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？社会担心你签作政党协议，只是你全家哭。如果你担任总统和中国签作协议，是全国人民都要哭。我们都一样追求和平，但不一样的是，你们走向统一的假和平。两岸和平攸关全民福祉，维持现状更是全民共识。三位候选人当然得使出浑身解数，说服选民自己能坚守主权，保家卫国。三重王陈怡、朱淑君、N小组台北报道。